有多少人使用高速公路呢？洛杉矶或橘市是拥有全国数一数二最忙碌的高速公路，而在高速公路上的车祸几率频繁，而且往往都是很严重的。塞车、混合汽车、机车与商业卡车的交通与危险驾驶等，都是在高速公路上造成车祸的潜在危险之因。车祸发生后立即与律师联络是非常重要的，通常保险公司或是对方将会把责任推在您身上，而提出在伤害与金钱上不合理的赔偿。立即行动，你可以减去许多的烦恼及压力。如果您需要更多资料，请与我们联络。谢谢收看。